TSA 美国运输安全局 PreCheck 预查计划试运上路。一般人通过美国 TSA 机场安检是件苦差事，但有些人却能轻松过关。一群被选中的幸运旅客，可享有同911前的安检制度，鞋子连脱都不用脱。这个计划叫做 PreCheck， 目前只以邀请制开放给特定航空公司的常客，因这些人被认为危险性较低。如果你是全球通关计划这个便利国际旅客加速通行计划的成员，那么你已有参与 PreCheck 的资格，但得先付$100。有些恐怖分子恐怕能蒙混过身份背景的检查，因此 TSA 也会要求一些 PreCheck 成员做全身扫描。奖励非恐怖分子的旅客不是坏事，但这个优厚计划会不会加深旅客间的贫富差距呢？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